好，师傅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是第一组吴文琪跟董燕来分享，我们的题目是五种眼，师傅提到的那个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它的意义功用为何，还有何不同的说法？那在这里，我第一个要感恩师傅教导我们的时候，在看佛经和读的时候，能够有多一点思考跟进一步的理解。所以我刚看到五眼的时候，会想说，我们有五蕴身，为什么只有谈到五眼？那还有耳鼻舌身啊？但是后来有谈到那个法身的不同，所以我相信，尤其是在那个二界、色界、无色界，还有眼耳身三二谛局，只有眼耳身，所以在神足通的时候，只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那眼睛更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攫取外境的来源，所以可能在眼和见是有相当的关系，所以特别来说到这个五眼。那这个 这是我第一个小小分享，为什么只有五眼？尤其在我们现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啊，真的是如果有天眼啊、有神足啊、有天耳，那这样子的会议课程真的就很像让我们有天耳一样，能够听到师父的说法。那第一个是针对五眼的定义，定义来说，在师父的讲义第五里边有谈到眼就是指能够见的。那因为我们有种种的见，所以来说明到有种种的眼，在这五眼中，其中的肉眼跟天眼，它是属于色法。那是由清净的四大极为所构造成。那师父有说明到，这四大极为是指地、水、火、风，那可以说是我们的净色根，也就是现代的视神经。那透过这个净色根和用我们的神浮尘根来理解、来认识这个在肉眼跟天眼。那天眼是很多是在禅修或者是宿世而有来的。那在天人是有这样的那个神通的力量，那在慧眼、法眼跟佛眼，则是心法。那这是约智慧他的能见，所以跟他所知道，智慧得到的程度不同，所看到的能力也会有不同。那为什么佛陀要在这里问须陀洹有这五眼吗？那主要就是为了显示如来他的知见圆明能够超胜一切，所以约这五眼来说有这五眼。那它的功用，我们在下一页会详细来说明。那我这里举两个例子，是第一个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阿那律尊者他非常的精进，可是在一次的开示中，佛陀开示的时候，他却不慎打瞌睡。那佛陀看到他时候，就呵责教训他，说他这样的放纵睡眠啊，恐怕要落入那种螺蛳、蚌壳这一类的畜生道，这样一睡下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听到佛的名字，听到佛的教法。阿那律听了之后，非常的忏悔，而且涕泪悲泣，升起大惭愧心，发愿从此以后要精进用功，也不再合上眼睛。但是这样造成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几近失明。那他曾说要睡眠，要让眼睛休息，不然一定会失明。结果他还是不愿意放弃他自己的发愿，但坚持当初他的誓愿。结果7天过后，阿那律果真失明，可是他仍然精进不懈。那因为阿那律这样失明的状况，是因为精进之度，佛陀就慈悲教导阿那律来修持乐见照明金光金刚三昧。他在一心专注的缘故下，阿那律就得到天眼，能够观见十方无有障碍，并证到阿罗汉果。所以他一定也有慧眼。那个，这是阿那律的故事，来让我们知道修行精进是真的有这样子的能力，能够修得。那我另外分享我自己开白内障的体会，尤其之前是有高度近视，一直都要戴眼镜看不清楚。哎，原来我们的肉眼的程度也是会有不同的。尤其我先开左眼，当开完之后就一片光明；再开右眼的时候，还没开之前，两眼的视差还有看到的颜色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是肉眼也会有不同的作用。那我们看下一个是针对我们套用师父在课堂上用的般若的说明，在智论里边用它说明何名五眼，五眼是属谁，还有五眼何用。那在这里，
师傅的讲义非常清楚，让我把它整合起来以后，针对肉眼是指凡夫的眼根，那天眼是在天人禅修后得的眼根，这两个就如同前页所说的是色法，慧眼是声闻圣者和达到的那个无我空性而有的慧眼。菩萨呢，他在证得无生法忍之后会得法眼，他不但能够通达空性，还能从空出假，能够见如幻缘起的无量法相，可以适应时机来化度种种众生，用种种的法门。最后当然是佛眼，他是有空假不二，能够圆见中道。那这个有两种说法，在我们本经如来无眼之中，就第一说是跟前面相同，是一人有无眼。那第二个说法是有两种的说法，一个是约自证化他说，一个是约三智说。那佛的肉眼天眼也跟天人都不同，那在约自证可以说就是菩萨声闻所证得的无所见无所不见的一切智，法眼是约化他而有道种智，佛眼是全实无疑无碍，对不起，一切种智。那接着就由我们这一组的董燕师姐，她非常认真地整理了一些不同的说法，那在其他经本的说法就请董燕师姐来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师父。谢谢，我是董燕，我跟吴师姐一组的。这里我们总结了一些无眼在各个经典中的不同说法。那前两行是从《大智度论》里来的，然后这对无眼的解释呢，是和《金刚经》中对无眼的认识是一致的。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法眼的部分，那个卷七的解释是更强调了那个话他说，卷三十三的解释也是更强调了话他说，在对佛眼的解释，卷七的解释是更强调了就是我们讲义中说提到的三种智说的一切种智，卷三十三的解释是更强调了佛眼的独特性，就是与其他的非佛众生相比，所没有的智慧的级别，然后呢，从一些早期的经典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就是这里相应部注，这里引用的是明心比丘的《杂阿含注》里边总结的，就是。他是就是我不是直接看到的，我是看他的总结，然后他这里边也是列出了各种的眼，是也是包括了我们这里的五种眼，然后他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的，是散落在各处的，也是与金刚经中的释义是也是略有不同的，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五种眼的概念是一直就存在的，是从早期的相应部中就存在的。也是可以看出就是一直是有这个思路和逻辑，我们是用不同的层次的眼去代表不同层次的智慧，然后就是在阿含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提到法眼，然后有时候也会提到慧眼，有时候也会用慧眼来指代阿罗汉的智慧，就是但是比较少的把各种眼罗列在一起，但是也是有的。然后在小部的有一个很短的经叫眼经，那个里边是把三种眼都列出来，就是肉眼、天眼和慧眼，然后是有一个这个不同眼的层次的级别。然后这里他说到慧眼的时候，他是专门是用无上的慧眼来代表。来代表证悟，然后在舍利弗阿毗昙论里边也是专门有肉眼、天眼、慧眼的解释，就是跟这个罗列也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虽然不同的经典中它会解释是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是它一直是有这个思维逻辑，就是这个也是很符合人性，就是我们的感受，就是用不同的眼去代表不同的级别的智慧，然后也是联想到之前吴师姐分享的，我也是想我们大家在听经闻法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就是取得一点进步或者一点领悟，确实是有一种其实那种心理感受是跟近视眼戴上眼镜的感觉是很像的，或者有时候比较大的进步是可能是跟
眼部有什么疾病，做了一个手术，看得更清楚，这种心理感受是非常像的。所以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有一些级别的眼，但是从感受上还是可以，就是还是可以思维想象一下的。对，那我们报告就结束了。对，谢谢我们组长和我们这组的 Lilian 师姐对我们的那个指导。那我就先停止分享，请第二组接着报告，谢谢。好，师傅早，我们这边是早，师傅好，好。各位师兄师姐好，我是第二组范如，我就代表我们组来报告这一题。这一题的题目是十法行有哪些条目与内容，其主要的次第意义为何？是说明之。那。所以我们组有一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位师兄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这个表格，所以我就用他的表格来给大家稍微，就是等于说我是把他家来念一遍了。那这主要他这是从辩证辩论里面选出了这十个。那太虚大师的全书里面呢，他就有特别仔细的讲解。那这个十法行呢？第一个就是书写，他说是哦，对不起，他说书写呢，是因为在佛世的时候没有这个印刷，所以都是流行抄写。事实上，在佛在世的时候，事实上都是靠背诵的，后来才开始书写。那可是就是说，虽然书写是因为古时候没有印刷术，像我们现在是很方便，有书籍，有什么都到处都有，可是。我想，这个书写在现在也还是很有用，因为我们还是常常看到有佛弟子用来抄写书经。因为我想，这个用处是你一面抄写的时候，一面等于又再读一遍，又再体会一遍。所以，书写在即使在现在这个世界，事实上也是还是很有用，很对于修学还是非常能够帮助修学。那供养的话，就是说你在得到了这个经典以后呢，你对经典要有一个尊敬的心，不可以随便到处乱放乱丢，因为这是佛说的话，所以应该要很尊敬的把它供养着，这样子，然后好好的修习。师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这也想是从前的意思。古时候，如果你自己抄写了书，你可以给别人。可是像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都是用的印刷本，可是我们就常常能够从佛寺里或者像是慧日讲堂请到书籍，这就是我们能够然后跟别人分享，这是就是师他的一种，因为你要把这个知识能够传出去给别的善友。那若听他诵读时，专心聆听，就如果有听到别人的，这是听闻。如果就是说你即使先还没有了解的时候，如果他人在读讲，你就得来听，因为佛法是听很多遍，然后才能够慢慢了解，所以多听是非常有用的。就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是我觉得好像我一件一件。一件一个经或者一件事，我要听了3遍才开始觉得说，哦，我开始有一点了解了。所以我想多听听越多遍是越好的。那自批读的话呢，批读就是说你自己来读，要你慢慢就是温故知新，你要不一直不停的不时就把。你的经书拿出来继续读，因为你每读一遍就可以更了解它的深意，就然后每读一遍都会发现啊，这里面有新的意思，你其实从前没有能够了解，而且因为你已经读的范围比较宽广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说，哦，这边读的跟那边读的是一样的，或者是不一样的，这时候你就比较能够有深刻的了解了。受持第六个法行就是受持，受持呢，就是说即将所听闻的闻意，常常意念受持不忘，
就是你，我想你这个就是你要常常都记得，你要念的书，你要放在心上，不要说这边念完书就丢到脑后去了。你要常常记在心上，然后呢，常常去记得它，然后等于说是也把我们整个人每天生活的时候都能够把这些放进去，你学到的东西都能够放进去。第七呢是正开眼。正为他开眼闻意，就是说呢，你这时候就说，如果你能够有能力的时候，你可以为别人讲，就是说你照你听闻的法义，然后呢，你记得了，你不忘，而且能够为别人详细解说，而且事实上能够为别人解说的时候也是特别好，因为你替别人解说的时候，你就特别记得清楚，而且呢，你这时候也是特别就真正是能够了解了，因为我们。像我个人常常看了书，等到要跟别人讲说，事实上是讲不清的，因为听到的那自己读的是那个意思是有时候蛮模糊的，所以你能够替别人讲的时候，就表示你这些意思、文艺这些法义，你是真正能够了于心了。第八是讽诵，讽诵的意思就是温习所曾学的。使文艺常记忆于心，由此讽诵能得到非常的法乐，能于文艺深入浅出，故其意极大。那就是你常常温习的意思。你常常温习这个意思，法义就能够记在心里，而且呢，就是你能够深入浅出了，然后越来越能够了解这里面的深意。第九是思维，这时候这个就是等于说是等到跳到更高的一层了，你就开始可以想了，就将你闻到的法义呢领受在心，细细思维。这是所以前我们这等于是说也有一点，它是有次第的，就是你从闻前面八项都是闻，第九项就是思维思了，所以思维你听到的东西你不能不是死记，而是你去想它，然后这个时候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它，在你的心里头，而且你真正了解，你一定要有思维。最后一点十呢，就是修习。修习的话就是说你学到的东西，而且有很多经里头有很多是真正修行的次第方法，你就是你听到了，你思维了，可是你要去实体的做，你要去真正的实行，这个样子你才能够慢慢精进，往上增长智慧。那我们下面呢，就这是这十法行的条目，它的内容。那如果要讲它的次第呢，我就从我这里是在，我看上面我自己看不见。我这里是从这个开仁法师的《成佛之道》的讲义里面呢，他有一个说般若系十种法行的关系图，所以就刚好就可以用来讲解这个关系十法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这十个，然后我也就顺便提到了说，这刚好是跟文思修可以对起来的。那这开仁法师的讲义上就更好的把它对到了般若系，就文的话呢，就是对到了文字般若，那思维跟修习呢，就是对思维就对到了修，思对不起，修习就对到了修。这部分呢，就是。观照般若这部分的观照般若呢，这就是如理思维，修习的时候就是法随法行了。那书写跟前面这些呢，都是清净善知识，广学多闻。就这一部分就是在闻的部分，我们要清净善知识，所以多多向师父们学法，然后呢我们要广学多闻。那最后一这个十相般若的时候呢，是要证。那
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那这里呢，造般若也又可以分为世俗般若跟圣意般若，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修行次第怎么样的这个十法行能够跟般若的结合，我们就了解说我们现在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是在哪一个阶段。那我这里，我这报告就再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然后请师父跟诸位师兄姐补充，谢谢。谢谢如芳师姐。那我们现在请第三组。OK，师父，各位诸位师兄们，大家好，我是文心，来自新加坡。今天呢，我是代表第三组呢，报告这个课题：我人众生寿者。各有何意涵？如何学习无我、人、众生跟寿者？像应顺法师呢，在《出奇大乘》那本书里呢，头呢有说到，这个《金刚经》是属于这个原始般若的一部著作。他这部经呢，重点强调在于无我、无我所、无相的关照，对内了知。对外关照，而在这个《金刚经》里面，我们处处看到这个无我的阐明，这个义理，就他们用我相、人相、寿者相来说明这个无我的意义。这个鸠罗摩什法师呢，在译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呢，就用这个相字，但是我查阅了其他的译本，如真谛法师的他用想这个字来说明，以我的这个浅的这个读这个经的那个感想来讲，这部经呢对我来讲是一部关照的一部经典。这样我就开始讲，谈一下什么是我相、人相、寿者相。这个我就是阿闷三藐，是主宰意，这是众生呢。的五蕴和合的一个精神和物质的和合，其实嘛，我们人有没有一个主宰心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没有主宰心的，因为我们不没有办法可以决定我们几时生、几时死、生在哪个国度等等，都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决定的。人扑克了三年是有情想，也意为，是行人法，所谓，所以名为人，他是说众生由前生来今生，今生去后生，不断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个跟这个波格拉的这个意义是相合的。寿者具有三年命相，从众生呢是从生到死，成就命根。一起的生命，而众生萨瓦三藐是我人众生寿者的一个译名。而在般若经里头呢，也有讲到有16个译名，譬如说众生寿者、命者、生者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不可得的。所以我想呢，我以我的这个了解来说，我相呢就是这个五取蕴的色身和精神，而人相呢，我就好像就是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就是人际关系。从这个人际关系，我们会有这个爱别离的经验，怨憎会苦的经验。众生相嘛，就是我们把它扩大一点，就是社会世界的一些生态等等。寿者嘛，就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那如来教法的特色就在于空无我，众生是由过去的业因而和合现起的幻象，没有一个真实体，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如幻如化。如果我们执着这个是有，是这个是实有的话，就落入这个我见萨克亚蒂底，而这个萨克亚蒂底或者我见呢，是从哪里来呢？是从无始的无明来的，就是对事物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了解，
无我的生意就从我所见的自我不可得，即物能见的我见无性，即以此而名为无我。但是奇怪的是，当我们只有一个我见可除的无我呢，这倒是变成一种我见。正如制度论里说，以实相即是智慧，取着智慧相即是疑。所以呢，如我们说如来有我见等，有说我见等，即是取相的执着，根本不了解佛所说的无我生意。那佛在经典中也从这个我人等四相呢，讲和合为一我相，而无此我相呢，即离这个我相的执着而得我空，无法相呢，即离诸法的实性执而得法空，无非法相呢，即离我法二空的空相执而得空空。所以呢，要是我们执四相，就是堕入了这个我见；法执四相呢，则堕入有见；空执四相，不免又找起了一个这个空可得的见。因此呢，修行就是要得把这三个全都空掉，这三项都得空掉。所以在这个《维摩诘经》里头啊，也有说到，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我，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人，前后即断故。所以今天《金刚经》所注重的就是无相、离相的，凡所有相也是皆是虚妄的。重点在于不要执着有一个我，我所的存在，一切都是啊、假我的。而在《金刚经》里也引用了这个《中阿含》里面的那个《法语经》，这个经里是讲一个修行人呢，在证到悟一些法的时候呢，还执着着他不肯放下，就如一个过了河的人还背着那部筏，那个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学习无我人众生受者呢？般若经说，一切自智相应作意，这即是菩提心，这就是一个动机，在修行的动机，大悲为上首，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心态，无所为即是般若空慧为方便，这是一个办法。所以我们首先呢，必须从理论文字上了解什么叫做无相，观一切缘起，心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如何的去离相，离一切戏论。那怎么去通用般若慧来妙用呢？这个我们就得了解到众生呢，都是有情的众生呢，都是五蕴和合缘起法中所生的一个假我，这个是概念的观念的关照。在生活上，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心，不要去执着它，乃至我们身边的周遭的一切人际关系，我们要珍惜这些关系，但是也不好去执着它。我们要以般若的空慧通达这个法平空平等的性，就以慈悲跟善方便法去对待一切众生。像我就拿自己一个例子来说吧，我也是一名这个辅导员。当为一名辅导员呢，首先呢，我们必须有很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动机，就是说我们要帮助其他人。这个就如这个菩提心那边，这样我们有了这个心之后呢，我们要去自用懂得一些理论，我们要了解，然后呢，我们要从自我的关照，当我们接到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要检查自己有没有
一些偏见，对于这个被辅导的人的偏见，而且我们有没有执着一个，我有一个辅导员，他是一个辅导者，被我辅导的人，我们有没有这种执着？我们要内观，我们要外观，而以这个一个正确的心态，用悲心了解他所承受的一些痛苦、一些问题，然后以方便、善巧的方便去帮助他，让他学习怎么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怎样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而不是强加我的意愿或者我的想法给予他人，那个辅导被辅导的人。从这方面呢，我们就可以自利于利他。总结来说，就是我们在修行上必须有要发现大菩提心，有一个正确的动机，然后我们要观这个事相的无我，无我所的观，导致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般若空的空智，然后以大悲心、正确的态度，以及用善巧的方便去自利利他。我的报告完毕，请师父指点一下，谢谢大家。谢谢。真的觉得，其实学员上台报告都会觉得充满那一种惊奇。就只要他不离题，我觉得 只要不离题，然后你用心的去找一些资料，你除了你找资料再经过你的整理之后，你自己会增上，然后报告给别人听，也是我们刚刚施瓦行里面一样，里面其中的一项为他人说，所以这个报告其实当然是辛苦，但是其实透过报告都会有自益利他的这种喜悦。那当然我们之前知道说很多人害怕报告，所以 你看如果从我们刚几个的示范看来，确实你只要把资料找，因为现在资讯的世界要找资料不会非常难，或者有法友提供，然后你再消化整理一下，那 present 给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然后我们大家听得也很高兴，那刚刚几个报告者都，我觉得报告的都非常好，甚至有的都比我好，包括资料整理的也比我好，那像刚刚 最后一位文青这个法友，你看他 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就很好，就是说你先不要用自己的感觉去解释，你先用经论的说明或者这些长老大德的说明，先把这些资料准备好，然后解读之后再提供，再提出自己有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像他对那个这四项他就可以连接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个我觉得那个方法上就很好，你先用经论的，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这种感想，因为我们以前有时候自己也是一样，或者听有些学员报告，他一开始就没有这个前面的基础，一开始就跟着感觉走，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然后讲的讲东讲西，讲到跟主题跟内容或者解释经文完全解错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这种经论的基础或者古德，读这些古德的基础会比较好。那我就刚刚几位的内容我再补充一些资料，我觉得他们讲的都已经非常好，他们 有些资料都已经也是我整理的。第一个部分是无眼。好，那无眼确实在大智度论，有很多这个内容说明。第一个问题是在无眼的说明，就经论里面对这无眼的提到的很像没有很多，
般若经比较多，般若系的比较多。好、哦，那、啊、当然，大乘的比较多。那刚刚学员报告有引到那个南传的，南传就很少。嗯、那你如果看阿含经的话，大概就有三眼，好、哦，就是肉眼、天眼、慧眼，大概你比较容易看到这些啊、哦。所以我们似乎可以从早期的经典主要了哈，多数在谈到这三眼。那大乘的经典，尤其般若系经典，又特别有法眼跟佛眼，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说，哦，原来大乘应该对这种菩萨行跟佛果特别重视。好、哦，所以这两眼，好、哦、法眼跟佛眼，似乎也是这个菩萨道啊、哦、来成佛的一个，我觉得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哦。好，那我这边引的跟之前大家都差不多哈，那我特别这边再解释一下佛眼哈。好，佛眼就是一切法现前了了之啊。那在大智论卷33这边，好，你可以看到我、哦、这个佛眼无事不知哈。好，那我这边有反黄的地方，佛眼无事不闻哈，还有无事不见、无事不知、无事为难、无所思维哈，还有佛眼常照。好，这个就是从大智度论可以看到的定义，因为我们知道大智度论是在解般若经，解摩诃般若经，所以、这部分从大智论资料也许会比较直接也比较清楚、哦、好，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天眼、哦、天眼，好，这边有提到两件 有说天眼是什么呢，在这边、哦、天眼是禅定及业因缘故清净。好，两件事情，你怎么得到禅定呢？第一个是你修学禅定，然后发天眼通；第二个，你是业因缘得到了果报、哦、所以这边天眼有两种，第一个禅定得，第二个先是行业果报得、哦、简单的说，我们常常有两件事情，就是说 我要学习，我要得到这个东西，第一个是你现生的努力、哦、禅定立得就是你现在是凡夫，但是你透过修习禅定，然后修学神通，你虽然是凡夫身，你可以得到天眼。第二个的话是你过去的业因业缘、哦、过去的造作，当然主要也是修禅定、哦、主要是修禅定修天眼，你结果你的果报身、哦、你就升到这个天界、哦、然后有天眼、哦、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加行德跟果报德，加行德跟果报德，加行就是你修禅定力、啊、好，那你看这边也 都提到同样的事情，天眼有两种，果报德还有修禅德、啊、那果报就是你升到天，你果报德的话，你的天眼跟肉眼是合用的、啊、但是夜间那个肉眼没有办法发挥功用、啊、所以夜间的话就用天眼、啊、好，好，那学禅定之后再修五神通、哦、所以这个神通是异于禅定的、哦、这是概念上、哦、那其他的部分我这边可以补充的一些内容就是在这边、哦、这边大智论卷40有一个、就是哪些人可以得到哪些眼、哦我大概这个表主要的意思这个、好，那我主要就补充这边。好，如果是凡夫眼根成就，然后我们刚才说修神通、哦修禅定，然后发神通得天眼神通，这时候他有肉眼跟天眼、哦、那如果是眼根成就的圣者呢、哦、他是圣人，但是他还是肉身、哦、他有肉眼有慧眼，他不见得，所以圣人不见得要有天眼、哦不见得，因为我们知道圣人有可能他只有未到地定，他不见得有这个根本定、好，那还有一些，还有就是菩萨，好，初得这一生正得无生法忍，那正得无生法忍他还是肉身啊、哦、好，那这时候他还没有得法性生身、哦、他还是肉身嘛、哦、好，这时候他有肉眼，他有这个、有这个法眼。好，另外离欲的声闻圣人他又有天眼通了、啊、好，那他就有天眼跟法眼。
离欲啊。我们刚刚不是说他离欲介意嘛？啊，离欲介意，因为我们知道天眼要异于根本定啊，要异于根本定，所以根本定的就是要有离欲介的啊，离欲介的这种加行的离欲介也好，果报的离欲介也好。好，另外菩萨有神通，知种种度众生道。好，那我们知道神通天眼，然后还有这个法眼。好，菩萨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以能观一切众生，得度因缘啊，种种道度脱之。好，那这个是有慧眼、法眼啊。好，另外下面这个我就不特别说了哈。好，那我这边再补充佛眼，佛眼，佛眼就是佛的知见，不管空有利，自利利他，好无碍，而且遍知，而且除了遍知还任令自然，所以这个功德更大了。好，另外这边我引一个地方，也觉得他的譬喻蛮好的，导师譬喻蛮好的。好，你看佛，佛很大慈悲，那他面对魔的考验威胁、那佛怎么来看魔的威胁？佛来看魔不会觉得可怖，也不会觉得、这利诱生色，也不会可喜可乐，只觉得像什么可怜可悯。好，那老师这边用譬喻、母亲对孩子送糖给他，他觉得很好笑，好，也不会动摇这个慈悲的心。那如果孩子拿刀枪、玩具的刀枪向母亲刺过来，他也是可笑可怜，不会生起嗔心、那我要提这个的主要用意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些境界、可以，我们虽然还不是这个圣者或者、圣者以上，那起码我们可以学习他们怎么应用的、好，所以我后来、有时候也会又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告诉别人，当你很生气的时候，其实你不要价值判断、你反而对对方要升起这个悲悯心、他因为他的业因缘，他受到业因缘控制，他不能自在、好，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生什么大气、当然生气一定会、赶快看到自己生气，然后对治他，好，这样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方法了、好，另外南传、刚刚这个第一组的报告者有引这个另外的五眼，那 主要就是后面前面三个都一样，主要还有佛眼跟普眼、那我找了一些其他南传的典籍有提到这五眼的，就是大意识、那这个一品的一个解释了、那这边的解释内容很多，很多地方我确实也不容易看清楚、那我主要特别针对他的佛眼跟普眼来说明、不过从他看起来，他似乎是佛同时具足五眼、世尊嘛、世尊有五眼而为具眼者，就是佛同时有五眼。好，我们来看这个佛眼是什么。他这边大意识、就是注释书一品的注释书，他的解释是佛眼怎么样呢？看到有情的这些种种、看到有情易教化难教化、等等，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些人是贪嗔痴行者、是痴行者，然后还会对贪行者说不敬，对嗔行者告慈悲休息、等等、好，所以这个佛眼感觉起来，我的感觉起来就是教导、就是、方便，有点像，反而有点像法眼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不能完全两边比对、只是觉得有相近的地方。好，普眼他说的不多、普眼他就这样而已。普眼为一切智，一切知智。好，那这边他就用偈颂来说明而已。比所不见者
好，此事无何物，又不是知物，无可知之物，应知皆知通，如来故不也。意思就是说，其他人哦，其他的这些众生也好，这些圣者也好，所看不到的，哦，所没有办法理解的，哦，所不知的，佛都怎样都知。那感觉起来，这个普眼就有点像这边，像这里。你看，无事不闻，无事不见，无事啊，无事为难，无所啊，好，而且常照呢，普嘛啊，普照嘛啊，所以我倒会觉得，哎，他的佛眼反而他的佛眼反而像我们的法眼啊，那他的普眼反而有点像我们的佛眼，叙述上、内容上啊，我读起来会有这种觉得，当然。有可能我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个南传的一些比较明确的说明啊。好，这是我补充无眼的部分哈。那接着我来补充这个十法行，好，十法行刚刚引用太虚大师的资料哈，那我就引用导师的一些资料，那导师的资料是根据《般若经》啊，《般若经》。好，我这边这十项刚刚有说到了哈，刚有说到，那我下面引就是导师啦哈，导师找到各位可以去参考华严经第二册哈，116页，导师整个背景透过背景上来理解这十法行，我觉得这样就很怎么讲，掌握的很好，也很深刻哈。师父，好，那这边这一第一段提到的般若经提到的内容就是有闻。受持清净，师父对不起，你有分享荧幕吗？哎，哦，现在还在无眼。哦，好，抱歉。哦，这样呢？有了哈，好，谢谢。好，那这一段的内容呢？哈，就是《般若经》有几段都有提到的，但是没有完整。好，闻受持，还有清净读诵，为他说正意念哈。那我一到十就是这十法行，那我这边有一个零，清净就是在十之前的哈。那清净它的意思就是到善事处去听闻了哈，去承奉，好，去听闻。好，那这是清净善事，好，闻会的前方便。那闻听闻波的啊，读的话，好，就口授啊，好，一句一句的学习。受持，意持在心。这个受持哈，我以前也是觉得，哎，受持就是我拿来读就是受持。其实受持有很重要意义，就是背诵。用我们现在的语词就是背诵。你看哦，在印度哦，我们有时候要用印度的背景想，印度在学习很多东西都用背诵。你去看那个小孩子一开始就背诵，而我们以前小时候或者说更早。在华人地区以前也都是背诵啊，包括现在的那个藏传体系，它只要一开始也是背诵啊，背诵占很重要的部分，包括南传的出家众刚学刚出家的也是先背诵，背什么？背法句经啊，所以背诵这件事情其实在学习上啊或者传统上是重要的，只是我们后来包括我自己啊都比较少做这件事情。好，那熟读的啊，这个是记忆背诵啊，那这个诵是熟悉了的背诵。好，为他说，好让别人也能信受。好，还有正意念啊。好，所以这一段文我就从四到第九项啊。好，另外一段文他有提到多了什么呢？就是从第六项一直到第九项还多了。一二项，好，书写经典，还有恭敬，好，尊重了哈，恭敬尊重传单，用什么呢？用花香、璎珞等等。好，那书写跟供养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啊。好，书写一部经典，法就这个，这个法，我们对于法的内容，哦，原来这个经法啊，经典。那导师就知道说啊，这个跟大圣初期书写经典。
流行很有关系，所以在大圣初期流行的这个经典书写，哎，也在经里面出现了啊。好，这是通俗的译行的方便。那供养也是啊，既然有具体的形象，我就可以供养它。像有佛的具体形象，我可以供养佛啊。那有法的形象，我也可以供养啊。用的方式跟就是印度传统的方式啊，香花璎珞。好，所以对经典的供养跟供养佛的设立是一样的啊。好，这是通俗的译方便啊。那我们当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么深的佛法，你要流传不太容易吧？啊，大家的知识水准，当时知识水准又不太高啊，所以必须开发这样的方便方法啊，让大家来学习，起码也让佛法流传啊。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段就是好给他人学习哈，好传这个师他，好自己如此写的也不是给别人啊。当然我们知道以前要有纸要能够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所以以前的经书是可贵的啊，一定是可贵，以前的布也很可贵啊啊，以前要有布那是很困难一件事情，有棉被啦哈，都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书也是一样啊。好，那这个自利利他啊。好，接着又有一段，导师有看到说，哎，又多了什么？演说般若波罗蜜的义开示分别另一节啊，把难的让他一节。好，所以这一项呢，这一项我就把它列在 9.5 啊，就是说在正义念之后的啊。好，演说生的，好，那这个已经不是之前的为他说，第八项的为他说是这个照本宣科，那这边的已经是怎么样？已经是在上课了哦，生一层的开示抉择，而且着重在于圣解生义，所以我们刚刚的报告者也掌握得很好哈、哦，好，从四义流支来看这十法行啊、哦，它的次第。从慧学来看，这十法行的次第确实是有这样的次第哈。好了，这边也补充这个大圣兴起多了书写，还有这些易行道的方便哈。好，让甚深的能够通俗化哈。那这些方便为了目的还是引入这个深义哈。好，那除了固有方便这些受持读诵哈，还多了书写。好，这跟大圣兴起跟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关系。好，那这个书写这件事，这十法行的内容其实也是跟法很有关系的、啊、比较重法的特质。那像阿弥陀经它主要就是重佛、啊、重佛的国德、那 这样的一个十法行其实是重法的。你看，如果以我们刚刚说，哎，他是文思修慧，当然是重法的。他这个四义流支啊，这是根本的四义流支，这也是重法的啊。好，所以这都是有相关的。那重法把它方便化，把它这个通俗化的方式来让佛法能够流传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啊。只是后来会变调啊，这个我们要再把它抉择啊。好，四义流支哈。好，那接着，特别要补充一个地方，我们对于那个多闻，什么叫做闻会呢？哈、哦，闻会，我想如果你有读导师的书或者读阿含经，你大概就会看到，多闻不是越多越好哦，不是，多闻是怎么样？你要观无常无我涅槃即灭啊、哦，好，你要闻这个法性空寂。真如实性，这个叫多闻、啊、所以多闻我的理解是常常熏习佛法的核心德目、啊、还有佛法的这个深意，这个才是多闻，常常不是多就好、哦啊、你要学到这个重心才好、啊、好，那我在最后一个第三个题目、啊、我人众生受者、好，这些对于我了的这些不同名称，其实阿含经就有啊。阿含经我这边引到八个啊，
那这八个名词瑜伽实力论就一个一个跟他解释、啊、所以重点在于这个经、啊、跟论，论是解经，论是解经、啊、这边八个瑜伽实力论这边就列八个一个一个解释、啊、那般若经、欸、刚刚我们这位报告者、欸啊、这个文心、啊、他也有引般若经的这些名字、啊欸、大智度论就根据这几个来引用、啊、所以、一样我的一开始都希望、欸、我们依据经论来做我们的很好的基础啊。那甚至到十六个、啊、这边16个、嗯、那这16个就以这4个为主、啊、好，我提出一个我们对众生有些名相我们听久了没有深究它，我们对这个名相其实是一知半解的、啊、那早期我们对于众生，众生就是很多很多生物，很多有情就是众生、啊、其实才不是的、啊、依于众、啊、而生、啊、依现在来说五蕴合合的、啊、五众就是五蕴合合的，所以五蕴合合而生、欸、这个就是众生、啊、这是约 现生、啊、约三世来说、啊、有前生到今世，今世去后生，不断的生又死，死又生、啊、这个就是普特伽罗。那众生的另外意思就是不特伽罗、啊、那不特伽罗它的意思就是不断受生速取去了、啊、不特伽罗如果你听过一个名字叫速取去、啊、不断的取、啊哎、不断的去到下一个生、啊、所以不断生死叫速取去、嗯、好，那这个当然那边的解释一定是基于这个梵文的意思了、啊好，那这边我再用一个简单的总表、啊、好，我人众生受者，好，那我其实主要在主宰、啊、有意志力的，权力意志的人，思维作用的 Sattva、啊、所以有情就是这个 Sattva 就是有情、啊、那菩提萨多 Bodhisattva 以菩提、啊、为这个热情的追求，这个叫这个人思维了哈，思维另外一个重要意思就是他有这个热情的不断的热情的追求啊，众生速取去啊，生死死生受者啊，一起的生命，从一起的生命哦，哎，我有这一生的生命，我应该会有无限的生命哈，好、啊啊，这个都是我的意思。好，那我时间到了哈，好、啊，我对于这三组的报告，我觉得很惊艳哈。啊哎、都报告得很好，那当然明天的报告者明天的题目就比较活泼，比较自己可以、哎、自己可以去申论、哦、去延伸，那其实也不要学习要有点压力，不能都没有压力、哦、不能都没有压力的大家一定学不好，有一点压力然后又不会超过负荷、哎、这样的学习你就除了、哎、砥砺你自己然后也能够进步、哦，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另外明天、我会把之前的一些问题，我有些学员问的问题还不错、哦、我再、适时的来解答、哦我们来讨论一下、哦、好，那 好我们回向、哦、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好，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师父，感恩师父。